我喜欢土类矿物系列的涂料，创造没有限制的图案，立体的层次堆叠，跟想发挥喜欢的颜色。颜色对我来说是善变的，每当看见了不同的颜色，符合当下的氛围，并让心情更加愉悦，这就是最美的颜色。我非常赞同永续性的观念，就如同这次我所做的样板的荷花一样，以环境融合，生生不息。